最新《星穹铁道 1.2 版本中，在仙州新茶港口的这艘小船上，能发现一个神秘的包裹，打开一看，中子炸弹，还生物识别连上了，这怎么办呢？经过一系列惊为天人不想剧透的操作后，你终于成功的解决了炸弹危机，这个时候就会达成成就。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这句话来自1964年上映的电影《奇爱博士》，故事讲述美国空军基地的将军把自己异地的问题归结于苏联人的阴谋，从而下令轰炸机去和平对面，一场建立在冷战背景下的战争闹剧就此上演。影片荒诞之余也敲响核战警钟，更诞生了牛仔骑炸弹这种被后世捏塌了无数次的经典场景。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是电影的副标题，后面还有一句话，各位观众老爷你们好啊，我是六抽六中速伤的宇宙大炒饭啊，我觉得是应该要有一个成就叫看标题也知道啊，本期再来聊一聊崩坏星穹铁道的成就捏塌。有观众肯定要问了啊，之前一期不是从头到尾说过一遍了吗？这个首先呢，上一期当时啊，本人还是萌新啊，有不少落下的没说到的，这次补票。另外还有很多成就是随着剧情展开才会陆续出现的，比如7月19号刚刚上线的 1.2 版本，哗，还一开新地图长出来，卡，单痕超进化小龙人，咣，罗刹歪楼，许个愿出卡夫卡不过分吧。回到第一个成就栏目，我开拓者中这个光锥等级的成就命运之中，和尚不了解游戏的朋友科普一下，这个光锥形式是个照片，实质是角色的武器，而它的现实定义是明可夫斯基时空下能够与一单一事件通过光速存在因果联系的所有点的集合啊，说人话啊，就是由于光速不变，当一件事情发生了，你在光速抵达的区域之外啊，这件事与你无关，你也没办法知道，等你进入到事件的光锥，它已经是既定事实，你只能观测没法改变。这也就是刘慈欣在《三体》中所说的光锥之内就是命运。拥有四枚等级达到80级的光锥即可达成这个时间足够你爱，名称源自美国作家罗伯特海因莱于1973年出版的科幻小说，故事是一部活了2000多年的老人的人生回忆录。哎，他这个光锥等级是挺高的。第二栏目，通往群星的轨道，这个栏目名上次就漏掉了。The Road to the Stars 捏塌的是前苏联科幻之父帕维尔·克鲁山采夫于1957年拍摄的电影。这个只要不死皮赖脸留在黑塔空间站，顺利上车就能达成的主线成就“群星我的归宿”，名称源自首届雨果奖获得者阿尔弗雷德·贝斯特于1956年出版的长篇科幻小说。这部书也被视为是20年后兴起的赛博朋克世界观的鼻祖。2004年巅峰时期的工作社原计划以它为蓝本做原创动画，结果洋人那儿版权不给，脚本师们就稍加修改，以《基督山伯爵》为名推出动画，也就是后来红极一时的《岩窟王》。与仙州的领袖们会晤后获得成就，有狐随随，这句话呢出自诗经有狐，这首诗描写的是女子暗生情愫但不敢表白，只是默默关心，这里的随随是舒缓漫步，有柔软放松的意境，如果你像我一样也有停云的话，可以到他的《星魂碎片》中看看，就有随随狐媚这一块，形容的甚是贴切啊。接下来在仙州的主线成就，善意不补，共逐失路，鹿死谁手，雄毁真真，中国经典四字诀啊，出处汇集了《荀子》《史记》《晋书》《楚辞》，是不是啊？文化荒漠的你有点想打人的冲动啊？不用麻烦了，英文版的小编怕不是早就提刀冲过去了。Prophets do not prophesize， 先知不会卜卦，很好。The deer hunter， 猎鹿人可以接受。Slayer of a very dear friend， 切了你的鹿兄弟啊，同音梗都会玩。最麻烦的是接下来这个雄毁真真，语出楚辞招魂，这里的雄毁是九头毒蛇，真真指杂木丛生，用来形容乱源丰饶小 boss 丹叔是不是很适合啊？真遗憾啊。英文这儿也是两个词， Draconic 直译是龙语，但更多的是形容人刻薄极端，而 Opulence 则是一个比较文言的词啊，多指繁多丰饶，以最少的篇幅传递古语韵意，厉害。哎，先别着急，新上架的 1.2 版本中击败药王秘传魁首就可以达成的这个成就，长生梦短，浮生一梦未欢几何，这一极具诗意的成就还是仙州罗浮歌曲列表的总称，可以说是整个篇章最佳概括。英文这儿用上了两个比较奇怪的词，给你3秒钟猜猜看这是哪国语言。 Swaha Senishu，
萨瓦哈出自佛家经典大悲咒，共有六种意象，简单理解是吉祥七灾，也有圆寂的意思。而三念是不比萨瓦哈能搜到啊，这个还得用梵语字典查，它的意思是索取或者有利可图。用这两个词来描绘整个仙舟的故事，你给几分呢？第三栏目战役本勇，目前加上隐藏成就共有95个之多啊，你有没有都解锁呢？那么这么多项目中呢，它就不是单个出现，而是抱团造成伤害的系列成就中啊，认真殴打和连续普通拳上期有说来自一拳超人，拳术抹煞与毁世荡尽则是上世纪90年代风靡至今的卡牌游戏万智牌中的技能法术，寸劲开天与太虚剑神则是崩坏系列前作崩坏三中的招式名。啊、虽然但是啊，苏商你奔三那么大的巨舰到新铁这儿怎么就变起早了呢？单场战斗中分别用雷、火、风、物理四种属性消灭三名敌人的这四个成就都是科幻梗。电子梦来自科幻小说家菲利普·迪克创作的科幻单元剧集，华氏451上次说过了，是美国作家雷布莱德利所著的反乌托邦小说。太阳风是英国作家阿瑟·克拉克创作的短篇小说，被毁灭的人则是之前提到的阿尔弗雷德·贝斯特更早期的作品、也就是这一部书让他获得了第一届雨果奖。除了这些，在这个条目内啊，还有非常多其他的科幻作品，但他篇幅有限，我到这儿就一笔带过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搜搜看。隐藏成就，星穹铁道中有不少必须以特定对战方式才能达成的成就，比如上一期讲到的用西路瓦殴打弟弟杰帕德达成波鱼神的欧斗斗，剩下来还有13试炼，在单场战斗中让史罗瓦为克拉拉抵挡攻击13次。厉害克拉拉，厉害克拉拉，厉害克拉拉，厉害厉害克拉拉。当然这里呢，它的就是 Fate Stay Night 中啊，伊利亚从者巴萨卡的宝具12试炼，史罗瓦这比巴萨卡还多一年。打贝洛伯格 BOSS 可可利亚的时候，如果用他的养女布罗尼亚完成制胜一击则会达成。还有你布罗尼亚啊，这明显是经典的罗马梗，指凯撒被宠爱的养子布鲁图斯刺杀的时候的著名一眼。而若是用西路瓦去补刀就会是致同桌的你。无论是高晓松的那首歌还是前两年的电影啊，同桌的你的注脚永远啊都是不太能修成正果的学员爱情。哎，这个朗道他姐和前市长大人啊，或许和你有联系。可可利亚，你这个时候推荐大家再去体会一下西鲁瓦的同行任务啊，最后那撕心裂肺的呼喊。还有你看，明明西鲁瓦都裸辞了，创业开的这个修理铺子离市政厅还这么近，真的狗啊米哈啊。另外还有一个隐藏成就灭亡之歌，这里呢它的是宝可梦中一个很变态的招式啊，一曲唱罢三回合后，包括己方在内所有被命中的宝可梦进入濒死状态。至于星铁中的达成方式你说呢？第四档流光仪很重啊，获得一定数目的光锥就可以达成成就迪拉克海上的涟漪。名称源自杰弗里兰迪斯于1988年出版的科幻小说，故事里的男主发明了时间机器，但无论他如何操作反复的回到原点都无法拯救在过去得病过世的爱人，也无法改变十几秒后被大火吞噬的未来，他只能用借来的时间不停的重复的活在过去，除了增加的记忆以外一切努力都注定会化为泡影。想想光锥的定义吧，这还是个收集任务啊，收藏那么多光锥最终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信用点成就，星际和平钻石会员、星际和平黄钻会员以及 1.1 版本增加的好友成就，畅聊之火、友谊之船，这些都是腾讯 QQ 的梗啊。你说以后是不是解除好友再来一个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呢？第五档果壳中的宇宙啊，这个上次做完没想到多打几次模拟宇宙又蹦出来一大堆，这些科幻与文学作品的奈他我就展示一下啊，这里每一个我都有对照英文去验证，比如在模拟宇宙内累计解锁12个丰饶命途的祝福达成的成就呼吸，英文就是 Exhalation 啊，确实是奈他的美籍华人科幻作家特德江的小说，一个讲空气驱动机械生物种族探寻死亡真相的幻想故事。在不打碎任何破坏物的情况下通关模拟宇宙达成成就，假如我能使一颗星免于破碎，
这是美国20世纪现代主义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斯的著名短诗。艾米莉一生非常传奇啊，她从25岁起断绝一切社交，在孤独中埋头写诗30年，写了1700多首，但生前仅仅发表过7首。直到死后，世人才发现这么一位奇人啊，众多诗作名声在外，流传至今。禁欲的人生辉煌的成果啊，就是打14轮一个罐子都不能破。仅用一名角色通关模拟宇宙啊，这么变态的玩法米哈游也是防到了。成就阿莱夫基宇宙，这个 Aleph 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迦南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之后的闪米特、腓尼基、希伯来的首字母都是它。英文的 A 看到它得喊祖宗。在集合论中， Aleph 表示阿列夫级数，即无限集合的事。犹太的神秘学把它奉为无限纯粹的神，日本那个臭名昭著的奥姆真理教也是以此为名。在模拟宇宙中的战败成就，猎户星座端岩燃烧，唐怀瑟之门闪耀，眼泪消匿于雨中，这三条全数来自经典科幻电影《银翼杀手》的台词。I watched sea beams glitter in the dark near the Ten Hauser Gate. All those moments will be lost.所谓银翼三痴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还有别问我为啥都达成了。下一栏瞬息欢愉啊，欢愉神这里的成就奈塔多数都是自家梗。成就烈焰焚烬与冰霜主人，分别是无量塔姬子的装甲真红骑士月石与丽塔洛斯维瑟的装甲苍骑士月魂的必杀技。另外 1.1 版本生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隐藏成就，使用同时包含罗刹、素伤、燕青的队伍配置取得一场战斗的胜利，来达到星穹折剑。哎，别说我还正好有燕青啊，虽然没练，请好友一个罗刹就把它完成了。这里呢，它的是米哈游给崩坏三创作的视觉小说《神州折剑录》。在这部小说中，主角就是以上三位的异面同位体奥拓、李素商和马燕青，而且他们三个和奔三真女主浮华都结了梁子。想得来啊，如果以后浮华在奔铁中登场啊，搞不好会再有一个你不要过来啊。倒数第二个了啊，与你同行的回忆中，从德国近代著名诗人歌德、前苏联当代作家鲍里斯瓦西列夫到咱们的鲁迅，又是一堆文学梗。除此之外还有游戏梗，集齐贝罗伯格历史文化博物馆的全部展品就可以达成成就，你应该待在博物馆里，这句是英雄联盟亲儿子伊泽瑞尔的台词。哎，看来小编撸啊撸没少玩啊。还有仙舟上这个湖中仙啊，大家都碰到了吧，你收下他的谢礼就会获得成就世外悠游隔人间，你拒绝他的 offer 也能达成凯怀潇潇任风逝。这两句都是出自游戏《轩辕剑》中上古神器炼妖壶的管理者湖中仙为炼妖壶所作诗句。而在这一趴还有出奇多的音乐梗，成就泪水流逝来自滚石乐队的同名单曲，成就17岁的地图则是日本歌手尾崎丰于1983年发布的热卖专辑。支线任务至暗淡星，选择将转移路交给伯纳德便会获得钻石与铁锈。这是美国民谣天后琼贝兹1975年的经典之作，歌曲的背景是他与 Bob Dylan 另外一位同时代的歌坛巨星曾经的恋情无法修成正果的辛酸回忆。爱情有钻石的美好永恒，也有敌不过时间的腐朽虚幻，而用这首歌来诠释这一相隔光年的网路奔现再好不过。如果你像我一样随便抓 NPC 聊天的时候碰巧从黄金歌剧院的女演员塔米拉那里取得留声机的乐谱，便会达成成就爱乐之城。爱乐之城是2016年上映的美国歌舞爱情片，就是那个一开头在高速公路上跳广场舞的片子，它获得了14项奥斯卡提名，真的非常好看。有趣的是英文这儿不是直接用电影名拉拉烂的，而是拉拉拉拉烂的。我跟你说，这比那个什么 Draconic Opulence Savasanish 更让洋人挠头。好，最后还有一个栏目，探秘重骑，激活黑塔空间站5个界与定锚就能达成，直到光芒把我们带走。这儿呢，它的是2008年讲述早期挪威黑暗摇滚的同名纪录片。挪威黑暗摇滚是你在这个星球上能找到的最疯狂极端的摇滚形式啊，用这个来命名，意会意会。开启110次贝洛伯格战利品达成成就，那么代价是什么？来自行脑补。
捕捉次元不满一次达成。廷达罗斯猪仔，那他的是廷达罗斯猎犬，它是由弗兰克朗创造的一种虚构生物，后来被奥古斯特编进了克鲁苏神话中。鼹鼠的故事，那他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卡通片，我小时候在大风车上看过。哎，七桥问题，去问你的数学老师。悲剧的诞生啊，问你的语文老师啊，或者政治老师、历史老师、哲学老师啊，都可以。洞穴之域，去问你啊。这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经典比喻啊，他老人家的思想全部解释起来非常复杂啊，取一部分的意思是，在洞穴中长大的囚徒会因为墙壁上物体的倒影而认为那就是世界的唯一真实。纳凿六合本质上就是一个玩投影的游戏嘛。激活贝洛伯格14个介于定锚达成成就，不开放世界。啊，这个严格来说不是个梗啊，直接理解的话是因为星铁世界中贝洛伯格因为常年暴风雪而几乎不向外界开放，但是去想想米哈游上一款啊火爆全球的开放世界游戏原神，再想想当年披露星铁是不能跳不能爬墙的回合制游戏时受到的嘘声，不开放世界真的没有魅力吗？限制一定的自由，把命运交付光锥，几个词语或者几个单词组合而来的成就，其引导承载的是浩浩荡荡人类千年历史文化，他们与游戏剧情暗暗相合，互抛媚眼，笑里藏刀。宿命的快门是为了抓住当时的快乐，还是抓住当时的自己呢？答案还是要自己玩出来才好。